北区是台中市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，校贝利可透过百货及活络的商圈，甚至是从校园周边略知一二，人潮聚集，自然也就有美食存在的地域。熙来攘往的街区，飘来阵阵杏仁茶香，这样的味道似乎极为珍贵，因为这项饮品在食物的篇章中几乎能与传统及儿时回忆画上等号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杏仁性微温，有止咳平喘、润肠通便之功效，而杏仁又分成南杏与扁杏两种，南杏大而扁，香气淡，味道微甜，常用来制作甜品，杏仁茶便是由其而来。首先将南杏仁与糙米一同洗净，浸泡一碗，使其软化，而浸泡后的杏仁糙米水可别弃之，得再加入适当比例的过滤水，准备与杏仁磨成浆，如此一来可得到良好的浓稠度。雪白浆汁滴滴集结成桶，随后倒入煮浆机煮上15分钟，再和入冰糖增加甜度即完成。现在蛮多杏仁茶，因为可能香气不足的关系，然后会添加很多的香精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。然后我们是讲求天然传统，然后我们就会用杏仁、糙米跟冰糖，就3种，然后下去制作我们的杏仁茶，就不会有让人比较害怕的刺鼻味。杏仁茶单纯的香味，热热喝即能满足。当然你也能加入现磨的黑白芝麻搅拌，漩涡中3种色彩交叠，犹如作画，这瞬间的美好等着人们细细品尝，慢慢品味。而杏仁茶亦能进一步制成杏仁豆腐，耳边传来搓冰声，淋上焦糖酱，加点自制红豆，杏仁豆腐亮相。这碗红豆杏仁豆腐冰深受年轻人喜爱，绵密的杏仁豆腐有着淡淡清香，口感滑嫩，与松软红豆焦糖碎冰合尝，甜度适中，不甜不腻，十分消暑，清新与怀旧也能找到平衡点，让杏仁好味永久流传。同样临近明星校区，以道地的面食姿态在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。这碗面传承3代，其独特口味深得人们喜爱，甚至可列为台中必尝的美食。早期人们为了让面条保持 Q 弹咬劲，便在面条中大量加入食用碱，这能使面条久煮不烂，也因此干面条有了独特的碱味，这便是大面羹的由来。而且听阿妈说，这个是以前这里都是做甜的，啊，吃这个很方便啊。不变的制程有着人们从小到大的回忆，而这样的好味久久真也令人怀念起来。我们现在等那个水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面丢下去煮。天女散花般的下入面条，可避免面条粘黏，在滚水中煮上至少40分钟，颜色转身即可捞起。人们很惜食，也很了解美味，懂得将煮后的汤水作为汤头使用，并和入切断后的韭菜熬煮，微黄的汤头中倒入方才煮熟的面条，不勾芡却能有淡稠度，盛上一碗，加点自制油葱，
酱油几支乌油则能提味，趁热品尝，饱餐一顿。Q， 够好食，够大个物件的味。去南部无咧食迄大物件，无人咧卖。啊，北部有，啊，不过食个口感无同。许多人还会点上一盘炸烧肉，酱腌过的烧肉裹粉，油炸，切薄片，摆上姜丝，淋上蒜蓉酱油，与加辣后的大面根一同下肚，这是老饕吃法。外酥内嫩的烧肉，油花偏多，微甜微辣中，配上一口面条滑顺的大面根，有葱香作陪，引人入胜，带着众人回忆，接续品尝，美味加倍。传统的面食美味，亦能结合创意，发展出特色料理，将美食达到另一种境界。凉面为夏季常见的料理，但这家面店其提供的凉面好味，有着不同于以往对凉面的既定印象。凉面的美味或许可归功于 Q 弹清爽的面条以及香浓酱料的制作，咖喱鸳鸯凉面可谓绝佳代表。鸳鸯凉面指的便是白黄两种颜色面条，首先将特选白细面煮熟后捞起，降温冰镇，可提升面条 Q 度，随后拌点油，避免面条粘黏，细黄面条亦为同样制成。另于还得制作咖喱酱，将洋葱泥奶油拌炒至深黄色，由咖喱粉、咖喱香料及水调合成的咖喱酱已准备就绪，要与奶油洋葱相见欢。如果只有这种咖喱酱的话，吃起来会比较单调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有加入炒过的洋葱，比较香，味道会更好，香味会更好。煮滚放凉后即可盛盘，铺上黄白凉面，小黄瓜、红萝卜丝及玉米粒紧接在后，咖喱酱跟随一旁，自制胡麻酱增添完整性，蒜泥压后即可完成，拌匀品尝。香浓咖喱酱汁带出些许胡麻味，面条滑顺，整体清爽不腻，蒜泥的微辛感在后韵散发而出，是一道既能开胃又能饱足的料理。若论开胃料理，麻辣鸭血荞麦面肯定最相称，将蒜泥、辣椒干以冷油方式炒香为麻辣汤的重要制成。就是现在温度上来之后，这个蒜末的香味就会开始慢慢飘出来，跟辣油香味都会慢慢出来。先把它炒香，这个步骤火不能开太大，开太大的话就会蒜会炒回搭。抓准时机，加入特调酱油，再以水调和咸度后，立马与穿烫过的鸭血结合。而此刻还得将辣油倒入中药麻辣高汤中，与板豆腐一同熬煮16分钟。如此繁琐，只为了成就香辣顺口的麻辣汤底。这碗麻辣鸭血荞麦面，鸭血水嫩，荞麦面条 Q 弹，汤底则有中药底蕴，层层交叠，如此好味，令人难忘。